江针对梁山泊的情况采用了一个开天眼得天书的分析，我们就知道梁山团队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高大上，但其实特别复杂的团队。在这高大上的外壳揭开来以后，你会发现里边存在着大量的问题、大量的矛盾、大量的冲突。这人跟人啊，水平不一样，境界不一样，能力不一样，动机不一样。这么复杂的团队应该怎么管？这是特别考验宋江的一件事儿。没有英雄做不成事，英雄一多就容易出事儿。一群猪好管，一群大老虎可不好管。所以宋江在英雄的排座次这件事上确实是煞费苦心。首先他安排了一个神一样的环节，既然是神一样的环节，所以他就一定有点神话色彩。这个环节叫做开天眼得天书。宋江啊，就跟那兄弟们商量，我们英雄聚义是得老天爷相助，我们有很多运气的成分都是借天之力，所以我们得祭天。咱们有现成的呀，陆云龙、公孙胜、伊清先生嘛，让他来主持祭天的仪式，又找了一些道士来祭天。结果呢，祭天这晚上就发现西北前天这个位置有异象，那天上呢就有一个红点，两边细，中间宽，从开的这个火焰口里边呢就掉出来一个东西，啪叽一下就掉到这个祭天台的旁边了。宋江呢就带着手下人就来跑，大概挖了不到三尺，一米左右啊，就发现了一块石碑，小石碑。这石碑上面龙章凤篆写的都是蝌蚪文字，比甲骨文还古老，看不懂。这属于叫天书，天书无解嘛，大家都不懂。不过在祭天的众道士当中有一个人挺身而出，这个人叫何玄通。在整个梁山故事当中，何玄通这个人就只出现过这小小的一瞬间，但是这个人特别重要。何玄通跟众好汉说，我家的祖上传过一本书，这个书专门讲怎么解读天书，你们拿的是天书，我有一本叫怎么读天书。哎，这挺好。我说有解，我从小就跟家里人学，我稍微能懂一点天书的文字，不如让我看一看。宋江说好，何道长你就来看一下。这何玄通拿着这个小石碑前前后后就看，说这个石碑啊，上边的图呢是北斗星和南斗星，南斗主生，北斗主死，所以有北斗星和南斗星的都叫生死轮回。那这个正面呢有36个名字，背面有72个名字，这都是英雄好汉的名字。侧面一边写着替天行道，一边写着忠义双全。哎，你看这个企业文化都在上面写着呢。何道士就说，如果各位英雄能够允许我念一念，我就把大家名字讲一讲，不过你们不要责怪我。因为什么呢？古人对名字就特别避讳，你直呼其名是不礼貌，所以何道士啊还挺懂人际关系。宋江点手就请圣手书生萧让，说你过来做个记录，把这天书上的文字转化成我们能看到的。这何道长就念，萧让就记。于是呢，36个天罡星，72个地煞星，这个名单就出炉了。讲到这儿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到底是天意安排还是人意安排？到底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宋江埋到土里边的？老天爷咋就那么会安排的，把那个替天行道、忠义双全的企业文化都写到上面去了，而且把这些名还排了一个先后顺序？其实这就是宋江、吴用、萧让、公孙胜这些人专门做的一个局。那你说为什么要在排座次之前安排这么一个得天书的环节？下边这段对话就给出了原因。萧让把这个名单在黄表纸上用正楷字都腾清了，话说上天先应何当聚义，今已数足分定次序，众头领各守七位，
各修争执，不可逆了天颜。你们不要争，谁先谁后，老天爷安排好的，你不能逆天。天地之意，五礼数定，谁敢违谬？好了，现在说服力有了，宋江开始认认真真的安排这107个兄弟的座次和职能。